习近平今天只坚持以最大诚意来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，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。那院长怎么看？而且他还针对台独分子，还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。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已经是尊重彼此、包容多元，并且一定要和平沟通，从来没有讲究武力者能够独霸天下的。我们看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，看到发展成为俄罗斯的青年外逃，乌克兰的难民哭泣，武力是最不好的。中国始终把武力挂在嘴上，放在心中，要对付台湾。台湾的自由民主一直是被世界肯定，各方评比都是亚洲第一。蔡总统领导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一再被世界肯认。习近平应该注意到自己北京四通桥上的狼烟跟抗议的布条，而不是老是想着要武力对付台湾。台湾是由台湾人自己当家做主，前途是台湾人自己决定。